党内这一种换票的问题太严重了，完全为了某些人的利益所考量的，这是个陋习。深蓝张亚中跟战斗蓝赵少康接连炮轰，直指国民党中常委三月即将改选，却有14跟12联盟，不仅互换票，甚至传出送礼请客，样样来。干果礼盒啊，然后水果礼盒啊，好像要40-50万吧，而且你要交票费，然后保证金，每个大家。要进联盟得缴高额保证金，现在内部群组对话独家曝光，十四联盟的人列出名单，还说以我的名单资料显示为主。这次蓝营中常委改选加入联盟，每人得找40名党代表，而一个党代表可以投15票，分给联盟每个人，等于基本盘获得400-500票，几乎稳胜。要确保票票到位，近日联系密切，有党代表私下透露，2月17号参加换票联盟的中常委候选人，包括台北市议员徐宏庭、中常委郑仁宗，以及帮妈妈侯彩凤拉票的高雄市议员黄香淑等，共6个人就在宜兰餐厅宴请党代表，席开三桌。我就是去参加的而已，因为我那天刚好在宜兰拜的。我家家户户拜访跟党代表有什么换票？我知道有联盟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并没有办法加入。名单上被点到的急忙否认参与换票，撇清关系。中常委改选就剩2周，国民党意见领袖把锅盖一掀，压力直逼党中央。党中央不知道吗？党中央当然知道，党中央的某些人可能还是共业集团的一部分。决策核心的选举私下怎么玩，早已在基层吵翻天。国民党中央回应，希望外界不要捕风捉影，还附上检举电话，号称有证据会查办到底。这一次的中常委太精彩了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今天会有张亚中啊、赵少康？那中间那个穿背心的，我都不要点他。中央委员啊，那个那个我千万不要点，他就希望我点他了，那我不要点他，大家也不要去搜寻他。不捧红他。对对对，不要，他想红了，他已经想红很多年了，就是他搞出来的。对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。他到处去找人家说，哎，14+1好不好？我也加入你联盟嘛，我手上也有40个人，要不要跟你瞧一下？别人说不要，你每次都黄牛啦，你每次都吃我的票，最后你开出3票而已，跑票大王。对对对，他就是超级国民党里面最不缺乏一种人，叫骗子。Okay. 国民党里面骗子最多，那骗子互相骗，那就是变超级骗子，所以没有人跟他绑，所以他出来冲康啊。对，他为什么这么懂？他为什么这么了解？他为什么知道这些细节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人要跟他绑。在冲康，这就是国民党内斗的本钱，你知道吗？国民党内斗的能力有多强？我讲钻石都互相斗，你知道吗？一金刚钻斗白钻，白钻打金刚钻，打到喷出火花，所以朱立伦发火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其实今年的不要说中常委，连中央委员没有人要报。对，中央委员你看报名率没有人报，230个人报名，选出正式委员95个委员，候补委员95个，所以加起来等于说全部的参选额全部加起来当选了还不够。对，所以今年的候补委员是不够用的，所以为什么不够用？也是要先缴钱嘛。对，中央委员一年的责任额是10万，你要参选中央委员先缴10万，大家一看，哦，先缴10万的，不要了。党代表一样啊，今年党代表责任额是1万，你要选党代表先缴1万，所以今年党代表几乎是有投票就上了。不是他们到底有多不爱这个国民党啊？应该不是爱，他从来这些人对国民党没有爱了。10万选个中央委员不过分吧？他没有爱，你爸说的这些选。越想选中央委员，越想选中常委员，对国民党的爱越少。啊、但是呢，不得不爱，因为有用，是还有剩余价值，你知道？就是这些人把国民党吃干抹净，最后连抹布都不如。所以我讲，留在里面选中常委员是最恨国民党的人。对，但是他却把国民党用得最凶，用得最彻底，所以朱立伦才会恨成这样子、啊。朱立伦心想：哎，不管怎么样，林北是党主席吧，尊重一下好不好？所以他连败类都骂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话是朱立伦，我认识他这么久。从来没有从一个文绉绉的教授嘴巴讲出来的败类，而且是在什么？是在党的这个公职训练共事营里面哦，是在共事营里面就直接跟这些党的这些公职认证说，现在国民党是认证的内斗党，你看他有多恨。对，所以国民党现在最缺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中央委员选过的都不要再选了啦，重新来过。哦。重新来过，你把那些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选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当选立委了，对，他已经被不分区了。他在没有当不分区之前，他就一直在拼个中常委。现在他已经进入了不分区，已经当了不分区，他就不在乎这个了。对，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中常委很 low 了。你当过都 low 了，你吃饱了就叫饱，别人饿死活该，这就是国民党。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到目前来讲会输给变成第3大的在野党哦，第3大，一点都不冤枉，一点都不冤枉，恭喜你。